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而且精致的核果子——花火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制作百香果馅，将新鲜百香果用刀子切开，并将内部的果肉取出。接着把取出的百香果肉倒在出筛网上，并用刮刀反复挤压过筛去除种子。注意，如果要制作较大分量的话，可以直接用15条理棒搅拌果肉后再用筛网过筛，速度会快上许多。将百香果汁倒入较大的容器中，加入果汁重量两倍的白豆沙搅拌均匀。白豆沙的制作方法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。将搅拌完成的百香果豆沙倒入锅中，并用极弱火持续的拌炒收干水分。炒到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将炒好的百香果馅分割成18克左右的小团，稍微整形搓圆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要使用大和芋来制作核果子的外皮，这是一种产自日本的优质山药，具有自然的甘甜风味与极强的粘性。由于大和芋的外皮还有一种叫草酸钙的成分，直接接触的话可能会导致双手红肿发痒，因此建议戴着手套处理会比较好。首先将大和芋的外皮仔细的去除，接着再用清水将外侧的黏液彻底洗净，并将洗净的大和芋切成块状。在蒸笼内放上一层蒸笼布，将大和芋整齐的放入蒸笼。用大火蒸30分钟。蒸到像这样能够轻易插入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用筛网将蒸好的大和芋仔细的过筛。建议选择孔径约40到60目的筛网，如果太细的话，过筛起来会非常困难。再一次过筛，将内部的纤维尽可能的分开。如果追求质地细致的话，也可以使用更细一些的筛网多筛几次。完成之后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避免水分流失。接下来准备炒制外皮。锅中加入大和芋重量一半的糖与适量的水，开小火将糖煮至完全溶解。糖溶解之后，加入大和芋重量1.7倍的白豆沙，拌炒均匀。炒到像这样有些偏干的程度之后，加入刚刚过筛完成的大和芋，并用小火持续拌炒到像这样的状态。将炒好的外皮分成小块，放置在布巾上。接着用布巾将外皮包起来，搓揉成团。这个步骤可以让外皮的温度下降，同时因为搓揉的过程中会揉入少量的空气，外皮的颜色也会变得更白。重复这个步骤2到3次，直到外皮的温度下降且颜色变白即完成。这个状态的外皮称为薯平链切。由于这种链切很容易干掉，做好之后要立刻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防止水分流失。接着取一部分的链切，加入食用色素染成4种颜色，并各取3克，搓成小圆球状，放在布巾上。用手指将它们向中央挤压，使4色链切紧紧的密合，再用木板轻轻的压一下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取12克的白色链切搓圆并压扁，将4色链切放置在压扁的白色链切上。注意白色链切的大小要比4色链切大一些，接着再次使用木板将两者压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包馅，将百香果馅放在链切外皮上，
接着一边旋转，一边将外皮均匀的往上轻推，注意不要出力挤压馅料或外皮，而是用手掌及指腹的肌肉自然的延展链接。最后用三根手指的指腹围成一个三角形，并向内轻推收口即完成包馅。用三角棒将果子刻成16等份，没有三角棒的话可以使用其他有锐角的器具来制作。注意拿三角棒的右手基本上是不会移动的，主要是用左手的三根手指控制果子滚动来刻出痕迹。接着用碗棒轻轻推出花火的形状，如果没有碗棒的话，可以使用圆形的筷子或其他器具来代替。那这种使用大和玉制作出来的炼切，它口感上会比一般的炼切来的更加轻盈许多，那吃起来也会带有一种山药特有的自然甘甜的味道。那虽然百香果跟山药看起来好像是两种完全没有关联的食材，但在这颗核果子里面，大和玉很巧妙的柔化了百香果原本有点过于强烈鲜明的酸味，反而让整个果子的味道吃起来更加的细腻而且柔和许多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入手大和玉这样食材的话，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做做看这颗很有特色的核果子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。